达到最大的令我体会就是情绪方面提高了很多。多教补课能教会我们的东西比整条华尔街还要多，比较值得去打。技术含量可能会更高一点，还是竞技性的聊天也会好一点。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较量，要令自己的情商特别容易提高。终身的爱好，全民 all in， 全民 all in， 全民 all in， 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。9月25号，澳门博雅 BPT 等你来，现在该你上场了。